爱奇艺综艺的朋友你们好，爱奇艺综艺的朋友们你们好，爱奇艺综艺的朋友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国风美少年电台，我是鞠婧祎，欢迎来到国风美少年电台，我是霍尊，我是张云雷，接下来你们将会见到一个精分的我，用三个词形容自己，正义、单纯、善良，精分，真好。最想扮演的武侠人物是谁？我比较适合扮演段誉或者虚伪。三天不洗澡和三天不玩手机，你会选哪一个？选择三天不玩手机。我会选不玩手机。三天不洗澡我做不到，因为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。裹了三层辣椒的烤肠和一杯香菜汁，你选哪个？我当然会选裹了三层辣椒的烤肠，简直是完美。我选择香菜汁，我喜欢吃香菜。从起床到出门需要多久？两个小时也是他，三个小时也是他，我最高的记录是四个钟头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